你说十欧够买个啥？一瓶饮料，一个冰淇淋，够吗？够了，还加杯咖啡呢。啊。Hello， 朋友们。Hello。给你们打包了一点苹果鸡，还有一点那个沙拉、面包啊这些。谢谢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吃了一个意面，可能口味不一样。在这里吗？就在巴黎。哦。然后。没有，你挡着我看胡一天了。你挡着我看他了啊！哎，我走了，我多余了呗。这节目你俩录呗，不是？坐。开玩笑的，我不知道在说什么。真是，他就没有那勇气说。我也想看，不是，他就没有，他刚才在跟我说，他没有这勇气说你挡着我看眼睛了。我没好意思。走吧，已经休个一个多小时，回去休息会。对，我们买个昨天的冰淇淋吧。可以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拜拜，拜拜。Let's go。这人好多啊。是。这儿真的好漂亮啊，说实话。我要那个紫色的 purple ice cream purple yeah what is this chocolate okay 巧克力的 yes、我们一起拍一张，拍个那种 Y2K 类型的。这个可以吗？站过来啊。没有，我先帮你看一下那个画面。进去了吗？都可以的。你看，你找个位置。哇哦！啊，可以。哦，可以。哦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可以。这个好哎。贾少文，冰淇淋递给我。这样吗？靠近一点。胡一天状态不够，你不够有生命力。有没有生命力？可以。你好有生命力哦！拍的确实不错。是，好可以了，莫奈地陪。剧照哥哥，这样就给我，我来拍两个。胡燕，别吃了，我们来拍一下。照片了，照片。这里。你就是用你这样的嘴型对着我的吗？我吃太凉了，我吞不下去。你快吃，别吃了。嘴巴放松。There's a window into a magical place where I've always wanted to go. 往旁边看看。And in my dream and all in my way.胡一天是台剧男主，今天给我笑的。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总结了，我也总结了，不能太听的话，太听的话会变成他的玩物，因为我们爱人就是艺人的玩物，你知道吗？往旁边看看，有水瓶。昨天我们俩三点才睡，还给我搭衣服，还给我拍照。哎呀，搭耳饰，搭头饰。哎呀，你就听话，你就是玩物了。但我很开心啊，乐在其中。是，你别说，还可以。你别说，满意，太极男主挺满意的。你们两个好有生命力，好八卦、啊。我俩刚才确实在聊八卦。我俩确实在八卦，在八卦。嗯，这个太极男主出片了。哇哦，这个好哎，拍的确实不错。你手机给我，我们这里是荧光，这里应该还可以。翟笑文，来这。OK， 到我了是吧？啊，我昨天给他表演了一个旋转运镜，你知道吗？是怎么旋转？你给小明哥整一个。小明哥站这光好，我可以帮你们一起。什么旋转运镜？等一下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我有点紧张。你小心！
了，我怪不得你紧张。哦哦哦，别说了，家人们。你小心。哎，这个保留，这个最好。你好过分，雨欣，我就一个手机，雨秀欣。哎，你怪不得手机紧张呢，你怪不得让我把手机给你，我辛苦干3天，我就挣挣10欧。你的手机6-700欧。6-700欧。嗯、你又去许转的挺好的，别转了，下次别转了，好吗？所以你练这个摔坏了多少个手机？没有啊，我都成功的。你还挺厉害的，你还能抓得住。当然，我都用 iPad。你能给我拍两张吗？你给我。哎，我给你俩拍一个，就这样，天格不动，保持刚才那样。哇，绝了，好看吗？把那张找出来。我在抠石头，你跟我说绝了。这真的绝了。我不错。你那个后景很好。啊，我只是一个背景。这一个后景。我只是一个虚掉的东西是吧？欣欣，你给你拍个油画的感觉。灵动灵动灵动，转起来。动起来。转转转转转，美的美的，转转转。哎呀！可爱，这个好可爱啊！走吧，回家了。变装了，变身，去我奶花园。哎呀，下午好啊！休息好呢？好很多。早上去扎了针灸，但是去这里啊？还去扎这里啊？对，一圈。哈喽，膝盖咋样了？好多了。他给我开了药，然后我吃了一片。君子驾到。花仙子驾到。哇哦，我们俩是不是太投入了？我提前试走一下白玉兰。哇，很漂亮。哇，你们俩今天就很适合站在我们那花园那个架子那不动。你的腿还好吗？我现在我感觉可以去踢足球了，已经。你不出发吗？好啊，出发，走吧，出发，走。走吧，穿的漂亮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哎呀，走。人一定要穿漂亮的衣服，穿完之后整个人心情就很不错。穿漂亮的衣服，吃好吃的东西，不枉此行。早知道打两张传单来了，我们就该穿成这样出来。没有人会拒绝我。欣欣可以，还想着传单。要不是来干活，我每天都会穿成这样，要打扮得贼美的。哒哒哒哒哒哒。这应该就是我们莫奈花园的入口，绿色的大门，好神奇的感觉。它的入口就像一个博物馆。哇哦！我觉得里边可能还有什么教堂类那种建筑，爱丽丝梦游仙境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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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哇！这是他自己的家里面的花园。这连他住了很长时间呢。他说他喜欢这里的阳光。哇哦，好美啊，好漂亮啊。哦，这个地方也很好看。哇，进去花园它很保留这种自然的感觉。哇，这里的花好漂亮啊。这里你回家就你家的门在里面，你就这样走着。花就是要一簇一簇的开才漂亮。好漂亮啊。8月份就全开了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有颜色的，就很漂亮。哇，这里有水了，这里有那个湖和那个睡莲，那个画，很有名的一幅画。那幅画就是这里的。所以为什么画家喜欢来这种地方？因为随便找个景，它就是一幅画。对。那他是在有名了之后才在这住的，还是没有名？对，有名有名。
但是1883就搬到这里了。1883，哇，那这里100多年了，可以进到他的房子。走啊。他的厨房也很漂亮。这是莫奈，莫奈本人，蛮帅的，大胡子。莫奈老爷爷，好帅啊！这里是他画画的地方，一定要看呢。哇！我觉得莫奈先生不只是画好看，他在传递一种美好的生活。法文有一个厕所叫 Art de Vivre，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整个东西弄得好，就是一种艺术了。很多人呢对法国人的印象就是懒啊什么的，其实法国人是把生活照顾了，是花很多努力在生活这个方面，生活变成的有意思的。好幸福啊。是蛮幸福的，有这样的房子。哎，你少拍我，我要确认很久的。你要跟确认。直男审美。家人们，我带了设备给你们拍。那个翟少文，你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杂志的技术。啊，谢谢，我谢，别拍。就这种有质感。哇，你有点意思。我建议男生去那个竹林拍。胡一天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回头看我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看看旁边。好了，别坐这么土的姿势，快把手拿下。请问我的手该怎么摆？对哦，怪不得你说你不会摆姿势。我的手没有地方放了。给我一眼，给我一眼。一眼，我看出来你真不爱拍照。好，你就随便动吧，我来抓。随便动了。拔竹子。别弄竹子，你插兜好了。这个角度好。这样可以。脸别过来，好，我自己找吧。看我这个取景，现在在拍芭莎。下一个是谁？小明哥，给一个眼神。你们拍照都是这个姿势的吗？那你想要怎么姿势啊？这样，男的不都这样吗？要合起来好看一点哦。不能要眼睛呀，请笑明哥，谁告诉你的？是你们那一代都拍照这个姿势吗？你能不能再给我个这个眼神？好，可以。可以，绝了，这种好。现在拍杂志都是要用演技的。工作室出图1000欧一组，我要发挥一下。小明哥，你坐，我真的卡得很好看。你把那个包扔这儿或者上面，要不然还是会带上。哎，再往那边一点，坐，一点，好嘞。你就往上抬头。
是拍不出来了是吗？我拍的像那个大妈，大妈喝花。失望，他尝试了很多光影，然后是的都没有摁下去。是啊，怎么知道的？真的相信严姐的拍摄技术吗？哎，为什么我拍的一点也不好看呢？你这构图问题太大了，姐姐。所以他那么认真的在配合你。哎呀，反复。没拍照就容易尬住，分人给你拍，我觉得我给你拍的确实差点儿。前面我就不给你看，我给你拍的不敢给你看。你给小明哥看，你给小明哥看看。不要再传，不然人家都不让我拍了。快整整来。我还没拍你。你去试试吧，反正出不了片儿，反正就浪费你点时间，出不了片儿，反正。哎，对，啊，你的姿势真的是，看那边，眼睛收回来点儿，哎，你老拍别人翻白眼儿之类的，镜头外都是油啊？是吗？我说怎么拍人都不好看了，可能我镜头的问题，你给我擦擦就好了。现在就没事，我来了啊！哎，我想在这里做一个起跑的动作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我来。帅。好了吧？哎，看看看看那张怎么样？我这很好，是不是？嗯。我看你拍的，你拍些啥？你这拍了些啥？他这拍了些啥？这是？他这拍了些啥？这是？又来输了。完，人家跟我一个角度，这不就有对比了吗？看看，我看看咋拍的？真是的，这个。你把人家世界冠军拍得像个猴。终于也是有你不擅长了。对，忘记了不能拍了，我也好，走回去了。哎，愉快轻松的一天。Maxi， 哦，好好看啊，这个地方。哎，好漂亮，这条呢。我拍了一个很漂亮的背影，你们的。哦。三个影子，巨长，是不是到最后就拍了那个？可以，有艺术感。我是莫奈仙子，哎，莫奈的花仙子。哎，好哎，哎，这个好，好看、啊。哦，这个好，可以吗？好看。给你拍照也挺好看。我很会拍，好吗？我很会拍。会拍要多拍，不然我就拍你们。不能给你拿起手机的机会，好狠毒的威胁，好恐怖，真的好恐怖。对，妈妈，我这儿那个天黑晚，现在我这儿也8:30了，但是还是阳光明媚。Let's go， 去吃饭。哇，吃一家很好吃的西餐。